哎呦呦，损色啊！今天我们在这儿呢，什么呢？蹭吃蹭喝，一分钱不花，吹个牛逼，装个逼啊！啊，这两个 coser 还可以哈，过去加微信。妹妹还乖哦，我怎么？那是因为你长得丑好吗？你要长得好看，那你要长得好看，你还会说她乖？哎，你这个损色，嗯。哎，这两个宝宝，这后面这两个妹子真的好看啊！哎呀，这个业务不错呀啊，反正看着不舒服无所谓，那么看着看着，这就是传说中的兔女郎啊。嗯。铁柱上面要到了吗？铁柱待会儿就到啊。那个谁，文艺，文艺，哇塞，哦，这个尾巴翘得好远了哈。快去。文艺，还有多久啊？啊，我说这嘎子什么时候结束？这今天啊。现在的话。现在我要去弄个音响。对吧？设备出问题了。啊，这两个是你闺蜜吗？这两个是你闺蜜？没有，这是 coser。coser 对吧？我看着你好憔悴的样子哈。我吗？好憔悴。你这。啊，然后跟我一样憔悴。我是属于晚上没睡觉。今晚上光棍节咋过呀？光棍节。嗯。哎呀，我在做活动啊。哎，好嘞，那我不打扰你啊。怎么电流声是哪来的呢？是哪来的电流声？合个影不？来，兄弟们，你们不是想要看兔女郎吗？来，我站中间来，我装个逼啊！让我装个逼，来，稍微靠近一点点啊！来，导演帮忙截个图啊！来，三、二、一。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是什么造型？游戏。流星游戏王撸啊撸的王者的不是啊，你呢？我是王者的大乔。王者的大乔是吧？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女仆吧？嗯，没毛病啊。然后那个来给我们炫一个你的大尾巴，转过来。哎呦呦，那个损仔你还翘的是像妈妈辛苦了，么么哒。嗯啊，这是我好朋友啊，跟他聊会儿。哎，宝宝，你这个是什么造型呢？哇，然后那个，你们今天这是什么造型？这个？我这个。啊，所以坐在里面去。哎，坐在里面去。那坐在里面去。行，那宝宝，你们方便坐到那边吧？来，对。来，我打个招呼吧。可以，好嘞。来，哇塞，太 beautiful 啦！好 beautiful， 这是貂皮吗？不是貂，我靠！来，往那边走一走，然后我们的两位宝宝都方便挪一下不？啊，哇，真好看啊！这个不行啊。嗯，哎呦，没事，哎呦我的天，咋还挪掉了呢？哇塞！哎，他的衣服会要不要穿上？没事，啊 ，coser 都无所谓。来，两位坐。哇塞，哇，真好看呢，我兄弟们。哥哥，这就是福利哟！丢！哎，你这个是什么装束？王者荣耀的妲己。妲己是？你呢？我是貂蝉。貂蝉的话，我看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古时候的貂蝉还没你好看，真的。但一点不拔枪，有钩哦，有钩是吗？这个有钩有点麻烦了，这玩意儿。哎呀，这玩意儿会领导会逼累不？啊？啊，等会儿。领导这个会逼累不？我想问一下妲己的歌，我看到领导这个会不会逼累啊？这看着脸挺小啊，会是吧？领导会不会在官方的话没事是吧？哦，那就好，因为这个毕竟是做的官方活动嘛啊。然后这次 cosplay， 然后今天我们这家店的名字叫什么？刘耀妹。然后那个你们做这个活动做了几天了？三天了，火锅节吗？开了三天。哦，开了三天，然后每天在这儿做几个小时呢？每天早上挺早的，9点钟就到了。九点钟不要有下次了，说哎，好的。然后那个每天9点钟，就是说基本上要连续几个小时吧？对，连续7-8个小时吧。啊，好辛苦的，不要有下次是吧？哎，好的啊。我们支持官方，来兄弟们啊，支持官方，挡着点。哎，妹子，你能稍微把这个钩稍微护往上抹胸往上扯一点啊？待会儿别抹胸上。啊，哎，这下好了吧？嗯，然后那个就是你们是大学生兼职吗？嗯，大学生兼
大学生兼职吗？我们是专职做这个礼仪的。哇，好辛苦的嘞，这个工作哈。对，还好，做习惯了。做习惯了就好了。其实我该说不说的吧，就是说做这个品牌，你们对这个牛腰妹这个火锅底料的话，就是老板有没有让你们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说在吃的在你们推广的同时让你们自己拿回去尝一下呢？有啊有啊，他会让我们先自己尝一下到底味道好不好。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你呢？很赞。很赞是吧？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觉得这个火锅底料算是在这个45家排行榜当中算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已经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对，算优秀的了。嗯哼，是很优秀。是很优秀是吧？然后我问一下，就是你们平时间除了就是做这个就是专门走展台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就是说去做从事其他什么行业呢？有啊，各种展会这些我都模特。对，我感觉你身材那么好，应该是就是一个车模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什么什么或者是那种平面模特这些啊。对，是吧？对啊，就放到这上面就行啊。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在现场啊，我们在那个叫做什么呢，牛腰妹火锅，这是牛腰妹火锅吗？对，牛腰妹。对，牛腰妹火锅。然后到现场啊，然后顺便跟我们两个那个什么两个那个 coser 的两个妹子互动一下啊。两位宝宝特别的辛苦，在后台的那个什么后台的那个休息，然后过来采访采访。兄弟们这个不过分吧，对吧？然后那个你听说过我们这个是什么吗？这个直播平台吗？嗯哼。YY 我自己也在用。哦，自己也在用。对，你平时间你们有看直播这些习惯吗？有呀。通常看谁看的最多？像就是 YY 一直播花椒这些都看。YY 一般是最有排面的吧，因为我们都是用电脑直播，电脑直播的画面是最好的，而且直播的效果是最好的，知道吧？